大北好，大北来哦，我等下问他说，我们有没有见过？他说你哪位啊？大伯就是你爸爸的哥哥。大伯哥哥最大的，最大的哥哥。是哦。大北你好。哎你好，我哈林啊。哎你变胖了呢。我哈林。等一下啊，你是应该是想他吧？阿亮变胖了。我是阿亮，你知道？阿亮本来都这样了，你以为？你以为？哎，本来就这样。 小叔出来了，小叔来了，小叔，哦，哇，明星脸哎，哇，你怎么那么像柯受良啊？我们有见过，对不对？有见过，这个确定，有确定，有见过。小叔，小叔，这个脸实在太像。对啊，叔叔说要请我们吃饭，我说不行，那离开了。不要客气没？不是，我们不用客气，没有客气。他爸爸，黑哥，他来只要在的话，每一天几乎在这边。 很多人，邻居都会来走。一起来喝，搬到啦，搬到。柯氏丰年祭了。对，柯氏丰年祭，假假的啦。哎呀，赶紧住在那啦。这种就是这种才开心。对。剩一片比较，剩一片是那边下面买回来切的。好了，我们要骑车。看到哈林哥看到我小叔的时候那种眼神，对啊，那个眼神好像看到我老爸一样，心情真的太愉快了。然后。 这次不一样的是，奶奶不在了，没有机会看到他孙子把一群很重要的人带到村子里面，对啊，因为我奶奶永远都是坐在那个家里前门口前面那个椅子上面，然后我每次回去的时候。 他都舍不得，他说：“哎呦，阿伦哦，邓来哦，第一回来的时候，第一次啊，阿伦哦，邓来哦，晚上弄一桌饭给我们吃，然后又离开的时候，永远都是车子走，他都会跟着车子，这样子走走走走几步，他最后腿也是不舒服，那他也是会走几步这样子。我曾经有跟不舒服的时候，就是我有在回台东。” 我自己有说，有一天，我如果把一群很重要的人带回家的时候，代表我很成功。真的，真的，我把爸爸的好朋友，然后我新的兄弟们带回到我的这个我的家。我今天真的太心情太愉快了，那我也想要啊，在海神庙面前啊，我小叔大伯他们都看到。 我觉得我在那一刻，好有一点告诉他们说，我真的长大了。欧巴。